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哦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终于改版了啊，不是大改，就是修正了一些 BUG。那这些 BUG 呢，唯一呢庆幸的是呢，哥们的这个地图的点终于回来了，大概你们终于修好了、啊，浪费我太多时间了、啊，真的是。但是呢，唯一还没有办法改变的是，我还卡在86等。为什么我的等级就升不上去？很难。然后呢，我后来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卡等，那个反正就是因为什么关系，然后导致卡等。于是呢，我就用指令叫出了遗忘汤，结果他不能吃。很难，为什么又不能吃？不能遗忘，然后我之后呢就一直卡等卡到现在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私底下会再想办法把我们这个等级调回来哦，不然一直卡在86等，我也没办法了，也希望可以越过87等，不然会很尴尬，不然会一直会冒叫87，我们就卡了吧，先让他卡着，我之后再私底下处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其实很非常的简单啦。我也没有打算要干嘛，今天就过网挂一整天啦、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我先做一下麻醉剑哦。今天我想要去外面多抓一些中型生物，镰刀龙那些其实我一直很想抓，但是呢，那时候因为没有运输的那个恐龙，所以说我觉得很麻烦。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不装传送门跟宝贝球的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能依靠风神翼龙，好不好？那我看一下我们风神翼龙，今天只在动。啊，对啊，今天只在动，却不能点升级一点。你看，很难啊。那我们这个版本的风神翼龙呢，待会稍微把它练一练等级吧。然后练一练等级之后，把它点一下移动速度，还有耐力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边飞呢，边去找一下我们要抓的恐龙。镰刀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它砍那些素材非常的 OP。我还蛮想要抓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来着的、啊？我想一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大地懒，我蛮喜欢大地懒，我觉得大地懒超可爱的。我们找看看镰刀龙吧。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有看到啊，只是不知道跑去哪了。那是沙矿兽吗？还有什么？看到了镰刀龙，可以抓起来吗？可以耶，太好了！他现在有点生气，放我下来！快呀！我就要找一个很 OK 的地形跟他玩。现在已经任我摆布了镰刀龙，请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对你都没有帮助了。前面那只是什么？哇，还有霸王龙我们也可以顺便抓那只霸王龙啊，反正这么近，顺便把它带回家好了。你我想一下，这个地区我要怎么抓才好呢？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它丢到这个下面，然后我在上面射它，就是这样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来，输了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东西？射头加比较多哦。继续，卖照啊，跑什么？跑屁跑啊！你跑，我再把你带回来。你这个小坏蛋。Hello， 我这行。来，你跑不了的。来吧，跑嘞！他真的很会跑好讨厌哦。我又不能下去跟他靠。我跟你讲，这只镰刀龙啊，它攻击力是可高的很了、啊，它是那种有点破防的那一种，可以把它卡在石头缝吗？好像可以那就让它卡在这里就好了。它现在很生气，想要敲我，想敲我是吧？太好了，把你带到这个位置真的是，根本就是如虎添翼了、啊。你看什么看？你看起来像唐老鸭，呱呱。唐老鸭怎么了？唐老鸭生气了吗？唐老鸭，唐老鸭，你又跑了！唐老鸭，不能这样子啊！唐老鸭，不要生气啊！唐老鸭，
你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他在这里了。So easy, so easy 啊！你这王八蛋，你把我推下来了！你这个阿奇，我会死啊！阿奇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不要这样子，阿奇，你为什么把我推下来呢？阿奇，我快死掉了。算了，没关系。阿奇，你给我记住，哇，那个这么久不见的 ，Oh my God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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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，这连动攻击真的很高啊，没得跟你开玩笑啦，会死啊！哦，好险好险！阿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才刚回归而已，你就想害我？怎样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都已经第几季了？从第一季你死掉之后到现在，你也总该原谅我了吧？哎啊，跑去哪里了？镰刀龙在哪里？完了，你该不会死了，在这里。你总该原谅我了吧？对不对？难道我就这么罪不可赦吗？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虽然当初不小心害你死了，你也不用怨气发到现在，到现在还不原谅我吧？都过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请你放过你自己吧，这个怨恨，请你放过你自己吧。我超难晕的、欸。又跑了，又跑了，真的好烦啊！请你回来好吗？还好啦，这样的抓法也不难啦，不难抓，不难抓，慢慢来，真的不难抓。还好我会飞啊，不然我可能就被抓死了。这攻击真的很高，镰刀王攻击也很高，没在跟你开玩笑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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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升小，升小，升小，滚！滚！走开呀、啊！啊，不是吧？我镰刀龙会被霸王龙咬死吗？哎！哎，大哥，这我的、啊！哇，剩下一！哈哈哈！我这样是要抓什么了？那剩八滴血了，大哥！哎，霸王龙，你这样不对啊，霸王龙！他剩八滴，你是要叫我玩毛哦？哎、欸，哥射这么辛苦，你这样子弄他，我很难过哎、欸。再见，这死废物！我要去抓霸王龙了啦，千错万错都是霸王龙的错，我要他血债血还。你在哪里？你给我过来！刚刚看到你还在水里撒野，你现在跑去哪了？你这小王八蛋！在哪里啊？气死我了！先抓霸王龙了，不管了。刚明明就看到人呢。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气死我了！在哪里？嗯？可以点技能了吧？还不行。找到你了，你这小王八蛋，四十等，这么机车，还我镰刀龙啊！还我镰刀龙啊！我说，我这95只 OK 吗 ？Oh my god！Oh my！Oh my！Oh my！来，这个地方很适合卡，加油！那哇，爬上来了！你怎么这么强？没有个最绝对最佳位置吗？他卡住了。好，我错了，他咬到我了。No， no。好，卡这里，卡这里，好麻烦了、哦。他下来了吗？哎、欸，他走了，他完全不想理我哎、欸，好难抓、哦。哎呦，咬屁咬！下来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小白痴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攻击快攻击！有了，加好少、哦，到时候真的要做强力麻醉的啦。这抓民国几年了？霸王龙过来，
哎、欸，没有错，就是你了，决定是你了，不要跑哈，我以最快的速度驯服你哈，好像要跑了，别叫别叫，一点点痛而已啦，不会很痛的，怎么都没射到、啊，有中。跑山小哦，真的很难抓哎、欸，不是我要讲，感觉比以前还难抓了。以前那卡个点就卡到死，现在快要死了还会跑掉，真的是麻烦。喂、欸，为什么你不咬他、啊？你跑来咬我，你是对的吗？不行啊，我今天一定要弄到一只啊！看他不会掉下去吧？我靠，这是八七！哈哈哈！哎，今天什么事都办不到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好挫败啊、喔！你最起码让我做一件对的事情嘛，好不好？我决定要这样子在这边射他了。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重点是他会晃。不要晃啊！你一直晃我射不到啊！阿根廷，请你暂时停止呼吸。不是阿根廷，风神，请你暂时停止呼吸啊，风神。真的是很烦。好了，最佳地点在这里，我们到了最佳地点了。咬啊！我靠，咬得到！你这是天才！啊妈妈妈妈咪呀！啊妈妈咪呀！再来！有！不要跑啦！你好烦啊！大哥，你真的好讨人厌哦！来来来，这边有个高度很适合，快点下来。就是这样，没有错了。OK， OK， 来，宝贝，宝贝，我想你，宝贝 ，I love you， 宝贝在这里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宝贝，乖，你这实在太乖了，我超爱你的。终于找到最佳绝对位置，哎，射头会加比较多。妈，王八蛋，你又跑了！你到底是要跑几次啊？算了，我直接追在你身上好了。哥就是要这样抓你，干！偏偏那时候坏了，不好吧？偏偏这时候坏了，我们要别只，哇，居然坏了！你们这么衰，欸，我旁边还有一只欸，把他拉过来，把他拉过来，做交换，这个勾绳，行欸，今天抓不了镰刀龙，就让我来制裁你吧，镰刀龙下次再抓，气死我了，快点啊，高低差超好抓的。哎、欸，你该不会要上来咬我了吧？还好，哎、欸，有射到我们自己的，听到啊，听到风神的惨叫声、啊。你怎么可以射我？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开枪？我可以了。卖照啊 ！Hello， baby， come on， baby。还跑？我有说你可以跑吗？来来来，哥跟你单挑了，把你引过来，丛林间的争霸。来来，九十七，九十七，去死啊！啊！还我镰刀龙，还我镰刀龙啊！我说你这家伙，
气死人了。他在扣血吗？没有，没在扣血。我把我们的阿根廷拿过来，来吧，宝贝，来吧。我们把这只霸王龙带回家。动一下。现在卡住是什么情形啊？好，有了。纳收克啊！完了，他这实在是有点慢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。我们这一只风神应该没办法抓霸王龙啊。那这么大只，怎么可能？来，他吃了吃了加多少？至少还要再吃个三四轮。好，我们这时候稍微守护他一下。来，给你吃大腿肉最快了。哇，吃一个大腿肉马上站起来，超好用的来来来，带回家带回家。我把它设定距离在哪里啊？修改行为，跟随改成近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跟着我，小八七 ，Go Go Go， 回家喽！回家。完了，要翻山越岭了。看一下我们家在哪里。好吧，慢慢来。霸王龙不太适合走在水上啊。在水中，我觉得它会被围死。你看他走这么困难，如果你体型再小一点，我就可以直接把你给吊起来了。不过现在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太可惜了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更改啊，还不错应该是说霸王龙的 AI 稍微有变动了。什么啦？我靠！等一下，那只是兽头兽，我被兽头兽攻击了，然后。好像被我的霸王龙咬飞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弹起来之后就不见了。无解。霸龙准备好了。好啊，那就请跳下来吧。Yeah! 恭喜你回来了，欢迎你到家。太好了，我们来做一下霸王龙的鞍吧。真的嘞。好难，好痛苦哦！不用任何的模组，然后用最原始的方式抓霸王龙，有难度，真的。抓南方也是有难度，为什么我不能学呢 ？No！ 为什么我不能学呢？你连点技能也不能点，遗忘汤也不能喝，你也不能学技能。这可以学吗？可以啊！为什么霸王龙就不行呢？霸王40点啊！对啊，这到底是有学还是没学？你有什么困难？难道我已经学了，我不知道吗？不对吧？为什么后面的技能点不能学了？霸王龙没有啊！你搞我骗啊！这就可以学我。我打一下安好了。对啊，这就可以学。为什么霸王龙没塞？现在是跟我争效的呢？刚霸王龙是几等的？霸王。是74的。我几等？我86啊。对啊，我86等。学了错了吗？对啊。84、76，对啊，这里就可以。这游戏重点是 bug 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奇怪了，怎么一个更新还是没有修好它呢？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再想办法。我可能要把这只人物砍掉重练了吧？不然怎么办？没办法87级啊，不是啊，没有办法86级以上啊。I'm sorry， 我们成功的带霸王龙回来了。我们不知道要给霸王龙取什么名字，
交给你们决定了，这只霸王龙要叫什么名字呢？由你来决定。而且重点是霸王龙它的音效好像有改过哦，听一下它的新叫声，这是第一种，它好像永远就只有一种的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它以前的比较霸气耶，它以前的是好，它现在是不一样啊。我比较喜欢他以前的声音，他以前的声音比较咆哮，很可惜他现在改成这个样子了，好吧 ？OK，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成功抓到霸王龙了，镰刀龙我们下一集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方舟生存，再见了，拜拜。